若遇到倾盆大雨时仅穿着外套，下半身仍有很高的可能性会被淋湿，想获得全方位的防护，这款会是不错的选择。其本意是提供钓鱼者穿着的机能服饰，因此在设计上皆能进行各种大幅度动作，若要作为登山户外活动时使用自然十分适宜。再者，其尺寸范围蛮广泛，并有详细的身高胸围参考表，因此无论男女高矮胖瘦应该都能找到合适的尺码。不过因为这款定位在基本款，采用的是轻便且透湿的 Dry Shield 的面料，若希望提高防水与保暖性能，可提高预算购买同品牌在 Gore-Tex Packlight 双层防水素材，内里选择保暖蓄热的碳纤布，至 RTF 112R 型号。欲挑选一款男女都能穿的雨衣款式，这款应该能符合期望。卡其色的中性色调耐看又有质感，且由于版型如斗篷般宽松，大雨时甚至能把后背包穿在外套里头，替内容物增添更多保护。 Itkstack 材质使耐水压直达2万毫米，特殊的三层面料设计也让防水性和透气性皆有着十分优秀的表现，得以承受各种等级的风雨。此外，本品在口袋及拉链等细节处都以防水条加工处理，拉链也为双向式的设计，对骑车的人来说相当方便，如此一来腿不能活动的范围就不会受到约束。另外还附赠了同材质的收纳袋，换季或是外出旅行都很方便。唯需留意此款式只有推出两个尺码，若没有适合的尺寸，可能要考虑其他款式。Dry Van 推 The North Face 所独家研发生产的科技布料，主要以防水、透气、排湿、耐磨作为三大重点，油污运用了铺涂胶防水技术，使其能形成比水滴小、比空气分子大的结构，将水分彻底阻隔在外，且平均每平方英寸有500000的细孔数，因此防水的同时还能有效排除湿气。至于细节部分，袖子以魔鬼粘开合的方式让使用者能自行调整腕围，骑车时就能抵挡雨水灌入，帽子亦贴心设计为可折叠式，能依照场景需求决定是否要收纳衣领内。本品不论户外或日常活动都很适合，作为入门款式来说 CP 值算是相当不错。活泼亮丽的桃粉色是不少女性消费者的最爱，穿上后颇有一种减龄的效果，还能为面容增添好气色，在防雨之余同时兼顾造型的完美。本品使用了 2.5 层 Gore-Tex， 而展现了极佳的防水性，同时拥有轻量高度透气的优点，且除了防水拉链外，下摆处亦有抽绳设计，能用来防止冷空气和雨水窜入，性能可谓相当卓越。再者，其体积易于压缩，若没有下雨或是不冷时想折进包包内也很方便。如果想找一件平常穿也很时髦的雨衣外套，务必将这件列入考量哦。哥伦比亚这款外套运用了独特的零渗透抗水技术，直接用防水薄膜作为表层面料，有别于其他品牌多以防脱水涂剂在外层进行加工，长时间穿着或摩擦便容易耗损，需要重新以防脱水剂进行补强，相较之下本品便无此问题。而另一个优点在于其光滑材质不易留下脏污的特性，只要轻轻擦拭就能带走污渍，减少平时清洁保养上的麻烦。也有不少使用者反映仅需甩动几下就能带走表面的雨滴，迅速恢复外套干燥。综合以上，提供给大家 Gore-Tex 以外的选择。如果要前往的地区时常降下大雨，这款外套十分值得一看，其耐水压性达28000毫米，可谓暴风雨也能从容前行，且在腋下处还有透气设计，只需将拉链打开便能通风。此外，正面的隐藏口袋有翻盖，可以提供第二层保护，袖口则以魔鬼粘加强密闭性，
设计与线条融为一体，整体穿起来很有型。有兴趣的读者，本品除了基本款的全黑色，还有灰色及蓝红配色可选。更棒的是，如果有场合或环境需要，其也能轻易将自家品牌的系列外套搭配在内层，加强保暖，量身定做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户外装扮。说到机能羽衣，那可不能不提到始祖鸟。这件外套除了以三层 Gore-Tex 来遮风挡雨，防水拉链也在此增添一份助力，并在左侧衣身的内里设置了更安全的拉链口袋，重要物品放这边准没错。另外，即使尺寸不同，本品最多也不过300克左右，穿上后几乎感受不到沉重，且没有因为轻量功能而忽略其他细节，兜帽处亦有可调节的抽绳设计，能依照使用者的头型调整松紧度。不论头盔配套使用或想更加严密的抵挡风雨都可以，就让这件防水外套一路陪伴各位到天涯海角吧。比起进口欧美户外大厂的机能服饰，来自台湾的荒野所推出的产品更符合国人身形，且价格也更加实惠，可视为初次购入户外防水外套的首选。例如这款外套定价仅3000元左右，却依然采用了防水系数达1万毫米、透湿度更高达8000克的专利布料，以及腋下透气拉链，因此能有效调节体温，还因经过超泼水加工处理，使之防渗水、防脏污又快干，时时刻刻都保持干爽舒适。遑论其还标榜抗 UV50 拉链、口袋等都有防水贴条与盖片，多处均可调节松紧以符合身形，其他亦有多处加分设计等待各位探索，相信多浏览之后会更加心动。日本知名机能服品牌 Mount Bell 采用独家研发的 Drytech 防水透气布料，搭配和服饰的一体剪裁技术，尽可能减少服装表面的接缝，提高防风风水的效果。而布料外层的防水膜上有极小的细孔，仅供汗水蒸散而雨水无法入侵，并且多次洗涤后也能持续维持15000 GM 224小时之透气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手肘部分采用立体剪裁，活动时没有拘束感，也不会让人觉得袖子太松，攀爬斜坡岩壁时能保有矫健的动作。这款防风外套质地颇为薄透，并且具有服贴腰身的立体剪裁，保暖之余还能维持造型上的裂感，而剪裁服贴也能让 Gore-Tex 的散热效果充分发挥，从身体散发的热气湿气可快速外散，较不容易累积在外套内。而脖子处不但有高领帮忙挡风，帽兜内也有足够空间容纳围巾、毛帽、护耳等防寒用品，防风之余还能防止保暖配件被水汽沾湿，更能适应下雨或下雪等恶劣潮湿的天气。 Garant Shell 整套风衣是以 100% 回收尼龙纤维作为原料，结合独家研发的三层 HRNO 技术制作出完全防风防水之外套，相较于二层、2.5 层等版本，还多一层压缩吸松布防止外部水汽回渗，同时提高整件外套的耐用性。实测防水性约为2万左右，并且不需要经常保养也能有稳定的吸湿透气能力。最棒的是这款风衣还可压缩收纳成化妆包的尺寸，能轻易塞入大小背包中当作备用外套，一般健走或登山都适用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